现在就可以先上台跟大家见面一下啊！孙悟空上来了啊！上来了，上来了！他的粉丝都到了，粉丝啊，从台北来的吗？粉丝从台北来的啊，很高兴吧？啊，高兴，高兴，高兴，开心。对呀，我想我先唱歌。好，好，唱了一首歌以后，我就先上台访问，好吧？哎，我看着他长大，是，从看着他比赛，然后呆呆土土的从高手上来，对，我也看着他长大，你们也一个过来，一个过来，一个过来。亲爱的朋友，啊，你们台一线先跟大家问候，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我是东义，我是阿文。为什么你们名字叫做台一线？哦，这个是有一个缘由的，因为台一线呢是台湾从北到南最长的一条省道，我们冰冰姐呢期许我们就像台一线一样，可以红得长长久久，哦、到每个地方带给大家快乐。是是是。哦，那台一线从哪里开始？如果说台一线，你还记得吗？对，还记得。记得说一下，从哪里开始？台一线从北到南，大家都知道，从台北出发嘛。慢慢说，因为这个场地很大，有点慢说。对，那台一线从台北，它会经过哪些地方呢？三重、新庄、泰山、龟山、桃园、中坜、平镇、杨梅、湖口、新丰、竹北、新竹。头份造桥后龙西武通宵月里大家清水无气沙鹿龙井大渡彰化花坛大川园林永靖天尾北斗西周西螺金童斗南大林溪口民雄嘉义水上后壁新英柳园六甲观点三化新市永康台南仁德湖内鹿竹冈山桥头男子人武高雄凤山你这边是凤山林落内埔竹林后南昌西皮加东枋寮枋山最后一站是凤港掌声鼓励鼓励是啊，厉害厉害，你们没厉害，要当我的子弟兵啊，这是叫基本，基本最基本的，啊，我的训练严格的哈，那我们几个人一起看着，因为他们也都是五度五关跳舞的冠军进来的，所以人越来越不是少年队，是中年队啦，要怎么跳舞？开始学习主持，而且他们跟我一起在《我爱冰冰秀》主持。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哪一位是阿文？哪一位？啊，姐，哪一位是冬叶？冬叶，我内情姐姐，好纯洁啊，什么都知道。哪一位是徐富凯？也是这样一路颠簸的啊，很辛苦的去比了好多好多的比赛啊，那是看着你比赛得到了冠军，拿到名次，真为你开心。是的。那现在爸爸妈妈都没有跟着你来的是吗？不用了，都在家里退休养老。啊，养老，在家里数钱。他一出门，那粉丝一整团的陪着他，不担心的哈。那就先唱哪一首歌？再来一首情歌，阿爸情歌。阿爸情歌。情歌，来，我们现在为徐富凯。所有现场的观众，还有现场的朋友、表演朋友，你们尖叫声再来听一下吗？一二三。Sure.
青春散后的月光，那是你的灯，你是我的左臂弯，因我比人最定难下。你也会听清，你都在
首歌呢是我自己写的歌，在疫情那段时间呢，体会了很多的人事物。那希望用这一首歌，希望大家如果是在外地工作的朋友，每天都可以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有时候讲一下话也是很好的陪伴。带来这一首我自己写的歌《魔乡》，谢谢。是不是你过用难太过
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找到很好的缘分，然后呢活到六七十岁甚至一百岁来参加我们的钻石龙游泳大会。再来这一首《天涯另一离心》送给你们，谢谢。